揸車啫，著到咁會唔會玩大咗啊？點會咧？我哋嗰個年代個個玩二沖程都係著成咁啊，冇嘢嘅。你又啱。其實二沖程咧，即係部機器咧有兩個程序先至會爆炸。現代嘅車咧，基本上係要四個程序嘅。哦，咁嗰啲叫四沖程啊？係啦，未考到牌嗰陣時咧，就睇嗰套戲叫《天若有情》啊，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啊？你咁後生，呢架車咧就係我哋當時咧，我見過主角揸。哇，型到不得了，仲要溝到條有錢女，跟住就荼毒咗我啦，我就走去考牌，跟住就買咗呢架車。點知咧，現實生活其實係唔 work 嘅，有錢女係唔睬你嘅，揸架呢啲車。懷念翻以前玩車個年代同而家係咪？哦，完全冇得比，以前係玩車、飛車，生命嘅全部嚟嘅。我諗我直到死都係中意啲車，會攬住呢啲車落棺材噶啦。當個引擎一撻著嘅時候，我隱約聽到呢架車係有啲啷啷鈴鈴、啷啷鈴鈴嘅聲喺入面。原來呢啲就係二重車。死咗火添，死咗火，好，我幫你。因為每次燈位一死火，你就要喺佢再轉燈之前嗰個有限嘅時間，即刻撻翻著架車。咁但係對我嚟講係一個挑戰嚟嘅，因為我都講過啦，我唔係好熟腳撻呢樣嘢。但是成功率都50-50的。我是有擔心我操控不到架車的，我都有嘗試去感受他們揸這一類車的姿態，例如胸前啊，攬住個油缸啊，個人包住架車啊。因為當你俯衝咗，嗰個感覺係，嗰個視覺，嗰個飛埋嚟嗰個風景啊，係有啲唔同。哇！肌肉嚟啊，咁啊！正啊！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